随着气候的变迁，今年春季异常温暖，促使了城美文化园中许愿紫藤花早早绽放，独特的紫色浪漫和粉色魅力不仅为这个季节绘上了斑斓的色彩，更是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赏花人潮。城美文化园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创造与众不同的文化体验，今年的春季更是不例外。三四月期间，园区将许愿紫藤花园与花旗木林融合为一，推出城美花季粉紫共舞一系列以花语为主题的独创活动，旨在为游客提供一场触动心灵的视觉与情感盛宴。许愿紫藤花以其弥漫的紫色花海和沉醉在恋爱中的花语，为来访者营造出一片浪漫的仙境。城美文化园特别推出了许愿藤活动，鼓励游客在这些提前盛开的许愿紫藤下绑上特制的紫色许愿带，用这种浪漫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愿望和梦想。2024年3月11日到3月31日期间，每日前50位入园游客可获得限量紫色许愿带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